走吧，我们去逛逛吧。有好多事情没有做，可能这辈子就是最后一次做了。有很多人没有见，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见。哪有那么多应该要做的事情？哪有那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？我只知道我想做的事情。抬头看，风吹过，拂动树叶。一辆火车撞上了高架桥，卡在桥墩里面。一名年轻的男子啊，抱头痛哭。他穿南走北了很多年，终于挣到了钱。走过那么多的路，家乡想找回，直到我们变成一个大人的初恋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嘞，啦啦啦啦啦嘞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嘞，啦啦啦啦啦嘞，嘿！我的朋友，我是碰力之语，喜欢我你就关注我，欣赏我你就鼓励我，谢谢观看，爱你。